就在这儿。信不过，哥们儿，这位不能打炸呀！雷克俩攻击的一个护甲，朱熹欢陷入心。疯狂的你，这八字什么意思？理解我的痛苦，是。然而，我要终结你的痛枪。苦。这什么八字？杠个性八字。他们称我为恶人。来，去个 W 吧。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。我操，临走帮我插眼儿。永远都八德吃了我两个兵的评分经验。这两个兵，两个纪念兵可能升不了三，这三个纪念兵。这两波给这鳄鱼整麻了。这是摆烂狙杀的，斩破他们，亚托克斯。这是从河道过来的。砍断他的肋骨，刀光他的灵魂。我们的复仇触手可及。你笑过不去。这把他是送的，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看这样，这把是个艰难局了。W Q D Q， 曾经我求死不得，如今我赐死不惜。蜘蛛人，撤吧！我操，这把队友真纯送狙啊！可以省一 W， 省个点燃，等那一完当跟 Q 就行。上波他闪现晕咬的我，配合蜘蛛杀他们。这是什么局？这摆烂局啊！我操，这巴德不想赢。我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我欢迎他。操了个样儿！哎呀，这杀他也……我想杀，但我怕蜘蛛过来。就爽三长剑。神与凡人，他们全都。
这双排的呀！我操，我打这号怎么感觉把把都被对面这样抓呀！我操，对面全是这种硬抓的，无奈了。加油吧！我操，这队友零杠二、零杠八开局，这俩头都我拿。Enemy killing spree. 这蜘蛛还一直来，我得做水银血，解他俩这个眩晕。不到就秒了。这上课。大师级的技艺，那我一定要恭喜你了。显然你的父母从来都不怎么看重你。巴德什么意思呀？悲伤的味道。送。我来让你。此帮非彼帮。这种来不如不来。QW，QR，AQ 三，没意了。开局也没人骂他呀。这维护那老哥不说话了。他说让我明天给他打，然后我说明天可能没空，也没人骂他。一开局没吵架呀，原始人崇拜我，是没骂呀。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们。我操，这把翻牌可能有点难，老哥们。这中野，我操，无敌！这咋阵容还选的很垃圾，还有个摆子。这个鱼要出啥呀？这是个贪欲鳄鱼啊！票打 AQ， 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哎，你别过来！我操，这样把我爆了！我这样卡视野，这个大爷看不到我的，坏了！这巴特纯害人。
我在针眼下，他看不着我穿的。我是严厉，我是破坏，我是末日。这边也看不出来是摆的局还是吵架局，先出个血吧，我需要韧性。艰难去了，没打下去。我靠！操兄弟，上不。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操，快打！我打不了兄弟，快！You're my brother. 你的毁灭在召唤。蹭着塔皮吧，缺钱。反正德莱文也是个摆子，吃点也没关系。最后的乐趣，这样能翻也牛逼了，这边真这样送，什么情况下做科学？就是爆发高，近战多，对面爆发高不好操作，没前排都可以科学。冰刀死五，深渊黑气，这把只能买深渊。这，这可欺负了，这副被诅咒的尸体他没闪，就看了QE 打断加速。开了，你打了个秒表 ，QEW。现在开始，到时间的尽头，想杀你一遍又一遍。这个回城光环啊，你说这个，这是那个五级荣誉。极荣誉，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这把先深渊吧，对面整体法伤高。
今天不维护，咱国服一般周四维护。前两天刚更新完。大眼的一波金石都没用。打个锁。躲一躲一。那 Q 一科学一。那法伤高先买魔抗吧。鳄鱼大法伤也挺高的。他是 AD 加成的魔法烫伤。也挺高的。这翻了。他们的惨叫声将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虫鸣。还是一打吧，是。Q 三科学，这是我给凡人的礼物。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这可跟这魔抗高，这蜘蛛都打不动我们。残破躯体是失败的证明。A 两下兄弟。对面也败了。没事。我的痛苦，我想让他占。他家也没有肉，咱们先把抗性拉满。深渊丸再来个四五。打完这号不知道该打哪个号了，本来想帮这个老哥打他那个大师定位的，他又要自己打，晚上不知道该打哪个。别的都太高，我怕状态不好坑了。这两件套就2800的血了，也挺肉的。啊！被这大眼勾引了。对面这大又是愣是被咱俩打回来了，抢不到啊。这个鱼也摆了，这深渊血也厚啊，这俩才600，这就2000，将近3000血，再补黑切。
这么高吗？